哇，我买的东西终于到了，什么呢？撸铁器材。我虽然在农村每天干农活，但是满身是汗，但是那不是力量训练。我现在呢，因为我这个腰不是它有老伤嘛，我感觉我把身体啊弄成肌肉，会对我身体的骨头就有一些保护。对，因为我感觉除了腰之后，还有上面，有的时候还有胯，它不同位置脱节，就是我把它全练成肌肉，哎，肉就紧实了。看见了吗？哎呀，其实我之前啊怎么想的呢？以为不停的干农活就可以练肌肉，但是不行。干农活它属于有氧运动，就是都是没那么重，这个东西好重，那种哑铃什么的，对，杠铃啥都有。这里还这么多，我要把满身都练成肌肉。哎，其实你看它这么多东西，我的性价比好优惠哦，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它杠铃什么都有啊，100块杠出头还包邮，它这么重啊，这个赚钱了呀。哇，它有不同的重量的，咱们组合一个，从轻点儿开始来。我以前在广州啊，那是5、6年、7、8年前了，咱们经常去健身房，后来工作太忙就不去了。他那一些基础的动作我都会。哎呀，这个重量我感觉还是要轻一点，因为这个腰比较脆弱，爬外边这个紧了。慢慢往上加吧，太重了来不了，两组就来不了了，然后那就麻烦了，腰再晃了一下真的是得不偿失，慢慢来，慢慢加，这个就这个重量还行还可以接受。健身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种坚持，好多人呢这搞一搞就坚持不下来了。因为我以前在健身房有朋友一起跟我去那边，我们都是办年卡的，在广州那有的搞了10天8天不去了，我那时候是经常去。今天啊，给大家推荐两个大品牌，这个坚果我已经试过了啊，非常香啊。因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好？每一日坚果的三只松鼠啊，大家没吃过听都听过了。这个品牌为什么做这么大呢？因为品质在这里放着呢啊，一样，只允选品标准还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，非常的好吃。还一个更大的品牌，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北京同仁堂，应该大家每个人都听过吧。这个北京同仁堂呢，给我选择了3款代用茶，他说是这个比较大多数人比较适合的，知道吗？但是每一款当中呢，我也有了解的一些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资料，对。但是咱们不能说喝哪个茶对人怎么怎么样，咱不可以说这些东西，大家懂吧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我给名字给报一下啊。这个是茯苓酸枣茶啊，茯苓酸枣茶啊。然后这个是五指毛桃。薏米茯苓茶啊，这个是呢蒲公英决明子茶，这是代用茶属于啊，咱们随便先拆开一个，里边呢都是这样的茶包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挺多的，有这么多，你看这咱们用这层茶包的质量都比那个纸的质量要好。它这种茶包呢，里边不是那种碎粉啊，它都是颗粒的这种啊。那种碎粉呢，说实话，里边什么东西咱们看不见，这咱们一目了然，里边都有什么一眼就看得到，而且是透明的。透明的这种沙就是方便给大家一目了然，能看到里边都有啥，是不是？
啊，咱们先泡一包。哎，先泡一包。你看它出色特别快。啊，一倒里这个水都变颜色了，咱们要泡一会儿啊。这里果仁挺丰富的，好多种。啊，你看这颜色，我刚倒热水进去不到一分钟的颜色就已经出来了。现在咱们泡的时间短，要多泡一会儿，它味道会更浓一些。先来一口。其实这种东西没啥特殊的怪味，就是比较清淡淡淡的味道。好多人喝过茶包，啊，对，那个茶包都是用纸质的那个啊。当然现在这种也有啊。咱们喝茶包呢，喝这种大品牌，我觉得更有保障一些。这是咱们自己，我不是打广告，你自己去衡量。因为一个品牌有历史文化的，它这个。它在质量方面一定要过关，而且一定要非常仔细，要不然遗留下来这个老品牌，其实说实话它也不想就是毁于一旦，真的。对，在同等茶包的情况下，它的质量要更有保障，更放心一点，所以大家放心买。我之前也喝过茶包，说实话这个出色的速度还有这个颜色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。老五，你又上桌了，下来下来，老五。今天啊，咱们和点面，做点饺子吃。一想想，这一晃几个月没吃面了。我们现在醒一下面，这个时间呢，咱们把馅儿给做了，去菜地摘点菜。哇，我家旱黄瓜都长这么大了，你看，长得挺快呀。这个黄瓜和豆角长得都特别快。长得快，这边这么大，这还有，再不吃就老了。哇，看一下这黄瓜长得多快，长这么大，这全部都是。这里还几个？不要拆了。那边长一串，全部都是。今天啊，咱们饺子做两种馅儿，一种驴肉馅儿。说实话，这驴肉馅儿。我已经五六年没吃过了，天上龙肉，地上驴肉啊！这是做一个素馅，青瓜青椒的。咱们用青瓜做馅，一定要把青瓜芯给它剔掉啊！刚好那个芯我家鸡爱吃。驴肉饺子大家有没有吃过？吃过的打出来。驴肉蒸饺怎么做好吃呢？一定要蒸，咱们不能水煮。哇，那个一开锅那个香味出来，简直是让人无法抵抗了。青瓜和青椒剁碎之后啊，我们里边少放一点盐，把这个水给它撒一撒，因为啥呢？它这个里边太多水了，等一下咱们包了，那个饺子就没那么香，而且那个水可以把那个皮给它弄破了啊。现在啊，咱们把肉馅给拌了，放肉葱花，咱们一定要放大葱，放点姜末，有机酱油，生龙鲜，蚝油。盐、油，
青瓜和青椒的水分已经刚刚挤出去了，放点猪肉，放点葱末、姜末，放入鸡蛋、有机酱油、生肉香、盐、蚝油、油。哇，你看这雨，说下就下，刚刚还有太阳呢。其实咱们吃蒸饺啊，就要大点馅儿，然后呢饺子包的大点。我这个剂子擀的都好大一个。时间到，开锅！哇，太香了，饺子就要大馅儿的啊，好大一个，哇，好烫，这大饺子，哇，这是胃口小的，真的是吃四五个都饱了。第二锅也熟了，这是青瓜青椒馅儿的，这个非常清新，这个味道闻起来。吃饭了，咱们吃饺子就要吃这种手工饺子，面皮好吃，馅儿也好。小大饺子，自己吃就要这样爽。太爽了，皮薄馅儿大。你试一下这个馅儿，这个是吧？嗯，不一样的，更香。哇，驴肉真的是香，啊，太香了。我再吃一个，好吃。你以前没吃过驴肉吗？没有，我是认识你刚才知道驴肉。啊，太香了，我觉得驴肉比牛肉都香。啊，这素馅也好吃，非常清新味道啊。嗯，这小很多。咱们这一个大饺子都2两多，4个都一斤，好大一个。今天都吃了好多个。